怎么了？疯了吗？你干嘛呀？哎，你别这样！哎，这不是董哥和姻缘吗？干嘛呀，董事长？你疯了吧你？哎呦哎呦，董哥壁咚姻缘姐。你搞什么呢？我没看错吧？哇！董事长！哎呀，这怎么逮什么扔什么呢？就是啊！哎，倩倩。这怎么话说的？倩倩，倩倩，倩倩，不激动，不激动啊！马倩倩是在吃你的醋，而你在吃我的醋。哎，说是迟，那是快啊！董哥一个壁咚，哎，把姻缘按在墙上，动弹不得。然后董哥兽性大发，哦不是，应该是意乱情迷。天哪！就是这样，这么劲爆，真的假的？我向我的花裤子发誓，绝对是真的，哎，绝对是真的。不对，是真的。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，那可不是一般的绯闻啊，那得上我们公司的头条啊。袁斌哥哥，你确定你是亲眼看到的？我两只眼睛都看到了。啊，那这个消息实在是太劲爆了，我得赶快去通知大家去，让大家以后跟董哥相处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才是。谁知道这董哥什么时候就变成了总监驸马呢？对吧？哎，我说，这个说起来也奇怪啊。这倩倩看到董哥亲姻缘的时候是吧？嗯啊，咔，扔了一个包包，哎，特别生气。哎，你说这是几个意思啊？是有点奇怪。他莫非，莫非倩倩也喜欢董哥，正在跟姻缘抢董哥呢？